这些食物你是不是都爱？但是这些食物中含有大量的糖分和脂肪，当你的摄入是过量的，肥胖、衰老、疾病也就随之而来。中国是糖尿病第一国，2019年中国糖尿病患者高达1.164亿，糖尿病非常的可怕，国外称之为不是癌症的癌症。每20秒，世界上就会截掉一个肢体，其中接近40%都是因为糖尿病。此外，老年痴呆、心肌梗塞、脑溢血、失明等都有可能是糖尿病并发症引起。金银膳食纤维来自日本的魔法脂粉，可延缓糖和脂肪的吸收，生理功效及安全性经过美国、日本、欧盟、中国等多个国家及地区的反复论证，文献数量高达100篇以上。随餐饮用，健康生活从现在开始。